继续来关心，上一波寒流是木鱼受不了低温大量死亡，造成养殖业者损失惨重，而且明天寒流再度来袭，这次的寒流还是湿冷的状态，南台湾的体感温度预估十度不到，高雄养殖业者不敢大意，赶快把这个造价高昂的龙胆石斑，怕他们受不了低温侵袭，挂上了布来挡风，想办法加水保温，让珍贵的龙胆石斑能挺过这波寒流。渔温旁挂布挡风，寒流即将报到，就怕珍贵的龙胆石斑受不了低温，业者进入备战状态。它九度、十度都无所谓，但是湿冷的话就比较麻烦了，尤其在十度以内的话，非常非常的危险。有鉴于上回寒流，台南虱目鱼大量死亡，这回寒流再来，南台湾体感温度预估十度不到，而且还是湿冷。高雄养殖业者为了防止龙胆石斑受冻，不止首度祭出防风网，甚至加水保温。这台波较风的时阵，整个无出的所有的温啊的时阵，下底雾下来。今年龙胆石斑一斤要价180元，要是龙胆石斑熬不过这波寒流，恐怕损失惨重。听到这只寒，我非常非常的惊吓，因为1805年大寒害，我们家的龙胆跟龙虎斑是85%之高十。所以损失非常非常的大。业者祭出装备迎战寒流，保护龙胆石斑，只希望老天手下留情，别让这波低温导致业者大失血。记者庄继维高雄采访报道。